四大运，优质外约 bitch， 直播成人 bitch。那你听完这首歌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起来开心的感觉，很爽，对，很嗨。八嘎！You think that I'm running in place? Y'all really testing my patience. Right before I blow up the spot, I had to get back to the basics. What if my talent is wasted? It's sick, but I'm lacking a placement. Thoughts as I rap in the basement, but my come up is legend, it's greatness. I don't care now.靠，你是师大学生吗？台大的。那你接触嘻哈音乐多久了？三年。那你自己有在作弊吗？自己录自己唱。你知道奇尔这间公司吗？今天的讲师你也认识？我们这一集的飞行导师是我们的药王。嗨，这一集是我们的最后一集，就是我们三位大学生。嗨，药王爷。这次会一起合作，是因为我们这一档街头嘻客的节目，其实有办一个甄选，有选一位学生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玉佳，所以他们三个才会合力做一首歌。好，我们请三位跟药王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姜母鸭，叫我鸭鸭就好。小三就开始学音乐，一路就摸上来的。好棒哦！我是薛 Taylor 了，名字是。陈玉佳，来自云林，台大工海系硕一，好棒哦！我是阴阳，我从日本来的，做音乐。八嘎！阴阳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听过药王的歌吗？我没有听过，但有看过。那我们来听听看药王的音乐，好吧？下来叫过去，亲爱四大运，优质外约 bitch， 直播成人 bitch。下来叫过去，亲爱四大运，优质外约 bitch， 直播成人 bitch。那你听完这首歌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起来开心的感觉，很爽，对，很嗨。八嘎！要不然可以跟音量解释一下这首歌内容是在讲什么？有没有日本有没有 lie？ 有啊有啊。台湾的 XX 有很多都在 lie 上面，所以呢，这首歌叫加 lie 叫过去，这样你懂了吗？懂，我这个部分可以用 lie 叫。啊，这个的，终于懂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妈，八嘎！因为我们这三位大学生，他们合力做一首歌，分享一下，就这首歌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是我先作弊，我是 beat maker， 主题就是想说，我们有日本人跟台湾人，然后他主要是唱台语，文化融合，所以我们用一些泰国、日本筝，就叫空筒，一些民俗乐器，他们两个去唱。所以丫没有唱。对，我们唱内容会有台语跟日文吗？嗯，我们在昨天之前是还没见过面的，所以我们就算是他做他的 beat， 我写我的词，然后他写他的词，这样还没有交流过。本来我是想要做那种美食的东西，后来写的词可能太像观光大使，改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。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听一下。那营养这首歌你里面有加了一些什么东西？我唱的有点白痴的感觉。那个 goods 里面有一个 gokiburi， 中文说蟑螂，对。然后 balsam 就是那个像蚊香那种。噂は隅まで拡散，就是那个 gossip， 谣言，那跟烟雾一样。很多人好像那个样子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蟑螂的，对对对，那样子。Tapioca Gatorade fa 就是 tapioca 就是珍珠奶茶，然后 Gatorade 就是一个运动饮料。内容就是我自己的视觉 catchy 的感觉。大概就是这样，估计哦。我们现在放给你听，好，来听听。
哦，超日本风的。我听到你唱一些台湾的经典，你有没有故事的连贯吗？我写的东西就是像是那种朋友出去喝酒，在居酒屋的那种感觉，方向可能写的是差不多那样。而且在写什么？翻译一下。我来台湾之后，我的影响，但是我受到的感觉，对，反正就是一个照着你的感觉去写的歌这样子。对，那药王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 B 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你好像太 focus 在要写什么日本文化跟台湾文化连结，我觉得其实不用，你就大胆的去写你想写的东西就好了，跟他一样，我是这么想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自己会觉得大家想看的就是想看你做真实的自己，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。我觉得你的 flow 可以再练一下，感觉你的 flow 感觉有点小卡卡，比较没有那么流畅。加油！我觉得我蛮喜欢你唱的 flow 的，在某一些桥段，虽然说不是全部，但我觉得你有一些像副歌就蛮好听的。嗯。但我觉得你 first 的 flow 的流畅还可以更好。如果用一样的 beat， 你会想要怎么样唱？我可以简单示范一下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找感觉，要听这个 beat 给你的 vibe 是什么，然后进入这个情绪。You can buy a bigger ball, bigger tree. Fuck you, love bigger ball, bigger beat. I can love bigger show, bigger sun, baby. Ball, bigger ball, bigger ball, bigger ball, baby.Like a red ball, make a poop. Like a fuck, make a poop. Like a fuck, make a poop. 感受 flow 啊，麦克风就可以开始录了。一句你唱一点，唱一点，唱一点，很快就可以做完。再把词写上去，你可以直接唱词，你觉得好听的词你就录进去，就会很快就可以写完。甚至可以不用先想 flow， 你就直接听这个 beat， 然后先 freestyle 一下。那像我觉得中文我在 freestyle 上面，我刚刚的 freestyle 是没有歌词，是因为中文来说押韵不好押，你要特别有一个韵脚本去想。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是想 flow 的话，你就不用歌词，大概有一个联想之后，你就开始可以试着去把 flow 填词，然后一句一句的，像我刚刚讲，接下去把它录完。每一种创作方式都不一样，这是一种创作方式，只是我觉得就是把它分享给大家参考。他的声音啊 ，vocal 啊，钢琴的痛啊，那些都是你的食材。你有一个好的音色，其实就 OK 了啦。每次我在拍这些歌手的时候，都发现其实这些人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今天你遇到那个人这样亲你，你觉得恶心，你会怎么样说话？我觉得好的饶舌歌手，你一样可以生活过得好，又很嘻哈。不成功的饶舌歌手，我觉得你在装嘛，不懂得道义，人家对你的好，对你的恩，你没有办法去记得，搞一些什么，这都是不好的表现。今天的访问还蛮不错的，希望大家可以看，感谢你们，感恩的心 ，peace。